你应该爱趁钱嘛，你还阁是主播的身份，你爱好好啊利用这个资源，替家己哦公开征婚，看是不是会当钓到一个有钱的富二代。你是叫我报新闻宣传征婚哦？是啊，你袂晓，啊我教你啦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全台的天气依旧是万里无云，但是我的心却在下雨，因为我的爱情走得太快了，它就像龙卷风一样，咻一下的不见了。所以，欢迎各界的百亿小开，用你们阳光般的热情来融化我这座冰山，让我们一起迎接风光明媚的春天啊！有兴趣的朋友请拨打这支电话。安娜，学会晓无？我听你在唱歌啦。我廖萌是好歹嘛是一个人气主播，我的行情还无遮尔差，无需要公开征婚。对了对了，人气主播是人人嫌弃的气。你完了，我是好心给你提醒呢，你的目睭哦，卖生伫个头壳顶啦。为了一棵树，放弃一整片的森林，你搁等落去哦。等到有一天，有一个比你搁较少年的主播给你请落去了哦，你连野草你都捡袂着啊！新闻快报，新闻快报。前气象主播廖萌姿日前才跟武家的二公子开开心心的订婚，但是现在却惊传遭武家退婚，想必他目前的心情一定有如洗三温暖一般，早上是日正当中，下午却是狂风暴雨啊！他现在的下场不只是没带雨具，根本是悲剧啊！你给我点起啊，拢是你给我压嘴害的。你别跟我冤枉哦，我早就给你提醒过了。天有不测风云呐、啊。搁再讲，那个富二代，阿不是干那不幸很几个人呢啊？是你自己安尼经来经去去经到一个袂灵应的啦，啊偏偏这个袂灵应的，搁这尔啊无良心，啊话放啥就放啥，这下好啊啦，你为着伊连主播的身份拢无啊，哎，我看伊哦，你搁要钓一个富二代，那是真困难的。